真羡慕英子呀，这个身体好啊，就是好，哪儿都能去。没事吧？我说老赵啊，你年轻的时候啊，就应该像我跟秦天好好学习学习，没事啊就去运动运动，把自己的身体啊底子弄硬了。你看我俩现在身体多棒。你身体好是因为你之前做老妈子做的。我做老妈子也比你坐轮椅强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说这把年纪怎么还这么絮叨？就是，人家德良早期就重度近视，身体又不好，你干嘛非要刺激他呀？你少说我，最后一次燃烧嘛。燃烧什么呀？燃烧，再回头烧了你自己。行啦，那个单子也帮你们填完了。别跟这儿坐着了，咱上那边排队去。走，抽鞋去喽。这边啊。哦。走吧。别喊了。哎，你不用，你身体好，你身体好，你不用检查。老家伙还敢跟我动手是吧？他就应该参加奥运会。哎。